新闻继续要来看是来自大拿方面的消息。丰都老人福利基金会在大拿举办国际志工营，两礼拜时间内除了关怀社区独居老人，而来自日本和台湾的大学生志工也为社区的老水塔换新装，完成着充满麦达令意向的彩绘壁画。而和社区彼此的互动，是由日本的志工体会到互相帮助的快乐。来到有恋爱小镇清河大拿，现在有一个新的景点，就是大拿的开心农场。特别的是，农场的老水塔对老古到现在，充满着麦达令浪漫意象的彩绘壁画，对设计到完成，拢是由丰都国际志工营的志工朋友联手来完成。有一个是富士山，是代表是日本，那另外一面其实就是台湾，那就是结合说台湾跟日本人就是一起在这个地方让爱发芽，然后我们着重的是大林镇的麦大林，就是让这边是幸福的小镇，然后是让长辈住在这边都很快乐，所以我们的像每个树啊上面长出来的爱心都是就是红色粉红色爱心，代表是幸福浪漫的感觉，就是结合我们镇上的主题。那有彩绘古水塔，来自日本和台湾大学生的志工也在这段时间走入社区关怀独居老人，也将农场所种收成的蔬菜提供给丰社老大人。而在活动过程，也促进社区和志工朋友的感情。去看独居长辈的时候，他们可以用日文交谈啊，教他们唱日文歌谣啊，甚至是帮他们 massage， 就是按摩这样子，有一些互动。那比较硬体的建造社区营造的部分，就是后面的这个我们这次做的开心农场，那是结合就是年轻人的创意去规划出一个开心的氛围，希望大家来到这个西林里这个农场是感觉到幸福又快乐。お互い助け合ってる、おばあちゃんたちが啊，互相帮忙，就互相帮忙的，就是互相的协，互相的辅助，然后协持之类的，让他觉得这是很棒的经验。经过两礼拜的相处，志工和社区民众早就亲像一家人，会互相照顾、相照问。而丰都老人基金会举办国际工作营，带领各地青少年学习关怀长辈，也带动民间外交，甚至乎日本志工在台湾的小镇卡，感受到互相帮忙的感动。开心农场，爱你哦！世新新闻陈凯华、柯耀宏、大拿镇采访报道。